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大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就是电视的观看距离、安装离地距离，还有就是电源配置高度。陈大现在模拟的距离从墙壁到镜头是220公分，那这边的总长是360公分。那我们就从此镜头来看一下实际的状况。这个是很多人都在探讨的问题，陈大就是把植物的经验拿出来跟大家分享，然后一起讨论。那我们现在市场比较常见的电视画质大概有 1080p 跟 4K， 好，那目前 4K 应该已经是主流了，当然有 8K 啦，但是那个款式还很少，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讲解都是以 4K 来作为依据。电视的最佳观赏距离说法都不太一样，比如说卖电视的，还有眼科学会，然后又牵涉到说你是看电影还是看电视，要求的视野也不一样，好，20度、30度、40度。今天讲的都是实物上的说法。这里有一条线，这条线是110公分，成大都是抓110公分在做基准。好，那当然有时候会有例外，比如说会下降5公分、上升5公分，好，这个是要自行去调整的。这边总共模拟了6个电视的尺寸，以这个42寸安装完。电视的下缘离地85公分来说，电源我们的建议高度就是再加5公分，90公分为最佳位置。啊，电源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会再详细的解说。这墙壁上有贴了一些数据，针对不同的电视有不同的数据在，那可能透过镜头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。这些资讯我们会放在我们的 FB 跟我们的官网上面，那如果觉得陈大的意见不错的，那就可以到我们的 FB 或我们的官网自行下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是灰色的胶带的这一个，我们是模拟46寸。那如果一样以110公分当基准点，它安装完电视下沿离地就是大概在80到81公分左右。好，那就陈大刚讲电源就是加个5公分。陈大前几天在卖场跟销售人员聊了一下，以目前 4K 来讲，买42寸跟46寸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服务人员的说法是以 4K 来讲几乎没有人买了。好，那陈大也稍微看了一下55寸 4K 的电视，目前大概在20000块左右，基本上它的建议距离 4K 来讲大概只要170公分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如果在以前1080的话，它要240公分的距离才比较适合。所以陈大那一天聊的结论是现在电视基本上都在55寸以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55寸。那如果说照陈大讲的基准线110公分来说，那这台装完的离地尺寸是大概75，差错就是再高个5公分。现在这个浅蓝色胶带的框，我们在模拟65英寸的电视，画质 4K 的情况下200公分就够了。以前的1080可能需要到280公分的距离。那这台如果按照陈大的基准线，它装完离地高度只要70公分，所以它的电源加个5公分，大概在75就可以了。绿色的这个胶带的框，它是75英寸的电视。这一个工地当初也是以75的电视来做依据下去设计的，这两个电源高度离电视下沿上来大概5公分。电视下沿上来到5公分，这台电视如果以中心110来讲，它装完的离地高度是60公分左右。这个当初的设计就是因为这台电视的讯号线都在这一边啊，电源在这一边，所以就是这样子去配置。4K 的话，230公分到310公分都是一个适合的距离。如果说这个我们在用1080的电视来看，它要300公分以上，甚至要到450公分、480公分才比较适合。如果以这间房子的距离大概360公分的话，1080的电视装下去看起来就会非常的压迫。我们先看到蓝色这个胶带，它是85寸的电视，4K 画质，它的观看距离是260到350，那因为这边的宽度有到360，
所以是一个蛮适合的观看距离。那它安装完的距离大概是55公分左右，当然就是我们讲的电源，我们建议就是上来5公分。为什么留下这两个框？因为当初的设计我们都是以这个75寸下去设计。那因为前两天业主突然说电视特价，他买了85寸，好，那我们有去帮他看了一下施工图，这个高度目前是 OK 的，所以就不再去改这个电源跟讯号线的高度。好，所以陈大在这边跟大家建议，尽量赶快把所有的配备尺寸规格给设计师给工班，那他们可以帮你就是做更好的配置。还好这个电视它的高度大概差了将近10公分，但它是可以共用的。如果再高一点点的话，就去装到后面插电源的地方，那这样线回转就太急迫了，没有办法回转。陈大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去讲这个电视的观看距离啊、安装高度？主要是因为有牵涉到所谓的电源啊、讯号线。因为过去大家都是直接就做高度90公分，90公分的位置大概在这里。好，那以我们现在这台85寸的来讲，哇，就在正后方了。所以我们还有牵涉到壁挂架的问题，这6颗螺丝就是我们壁挂架的位置。那如果照过去的做法，它坐在这里，它就在壁挂架里面。为什么会先放这6颗螺丝？因为这个是轻隔间，以85寸的电视45公斤的重量来讲，必须事先做加强的动作。所以我们先把位置都标好，这个就是将来壁挂架装上去的位置。那以上就是我们电视观看距离、安装高度跟电源配置的一些建议，大家一起就是讨论，好，让我们以后可以做得更好。当然这个不是唯一啊，因为可能有人他就是要105公分，那有人就是啊，我的高度就是只能放在电视柜上面，这个也有人就是这样做。我们就实务上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我们是安心整合，那陈大在这边再提醒大家一下，事先的规划可以避免事后的修改及纷争。希望我们的朋友请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你的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